一名男子驾驶汽车于2月7日10时许，在站西路与建国三路口越线临停后下车搭讪女子。经调查，该自小客在停红灯时搭讪同向骑乘重机车的长发女子，且将车辆越过停止线，并与副驾男子一同下车。绿灯亮起时，两人即返回车上驾车离去。男子行为鲜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。三名第一分局已调阅监视器影像，通知车主到案说明，并将依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260条第二项第三款予以开单告发。三名一分局表示，该路段为重要南往北之交叉路口，随意违规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发生，警方加强巡逻取缔，维护民众用路安全。